千变万化的世界，让我们难以寻觅其最终奥。有些人前一刻还站在世界的顶尖，可转眼间就被时光没过了头顶，不知所踪。这就是变化的世界，每个人都要有所信仰，才能在世界洪流中站稳脚跟，不至于迷失自己。显然摩羯座的依赖就是从出生就信奉的古典主义，这种无关种族和宗教，只是对传统的一种守护，对传统的延续尽自己一份心力。在世人都抛弃古典的年代，能够独自坚守这种传统，或许也是一种成就吧。如同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中国传统名茶龙井，又像是酸中带甜万变不离其中的山楂。泡一壶山楂龙井茶，喝一口摩羯座的古典主义，呵呵。